持续来看到是因应目前疫情与经济环境的影响，弱势儿童团体的资源短缺。华视总经理庄丰佳与华视新闻台台长陈雅玲代表华视赠送熊赞周边衣服与娃娃给弱势儿童送暖。带你来听听华视总经理庄丰佳的说明。在今年是华视的50周年，那我们希望华视把过去的光荣时光给让更多人看到。在疫情那么严峻的当下，我们华视在只是奉献一点点小小的心意，希望能提供以上这几个慈善的一个 NGO， 一些让我们的孩童有一些像玩偶，像很多我们很可爱的熊赞的这些玩具，让他们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说苦中作乐也好，让我们的一个可以度过这一段的一个期间。那也祝福我们希望整个社会早日脱离疫情的困扰，恢复正常的作息。华视总经理庄丰佳与华视新闻台台长陈雅玲线上同框，趁着华视50周年的时间送上熊赞娃娃，要给弱势小朋友最深的祝福，也期盼能在疫情期间为孩子们送上温暖。